假如钻石变得很便宜，谢谢啊大兄弟，这点东西拿回家。哎呀不用啊大姐，家里有的这个破玩意儿，别死吧，没事回家建个桌角吧。行了我走了，谢谢啊。慢走啊。老婆你也真是的，人家给咱修了半天灯泡，就给人家拿了几块钻石。我没给他钱呢，500块钱修个灯泡他根本不值。妈你刚才给他啥了？钻石。你妈太抠门了，那钻石能随便给别人吗？给他点不错的，这钻石咱们还得留着盖新房子呢。拿钻石盖房子？老儿子你穿越到钻石可便宜的世界了啊！以前一克拉钻石好几万元，现在几万克拉1块钱。那咱们家的窗户是拿钻石建造，那你戴的眼镜也是钻石当原料。那钻石便宜了，啥变贵了？玻璃变贵了啊！这个世界钻石和玻璃互换的地位，你是不是有点崩溃？那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不是玻利维亚呀？现在叫玻利维冠了，这也太奇葩了。那把钻石给我看看，我开开眼。就这些小碎钻，根本不值一看。你管这种钻石叫碎钻？儿子你得学会接受这世界变化快，钻石不值钱，玻璃惹人爱。哎呦照你这么说咱家又得财富自由了。此话怎解？我时光机上的窗户是玻璃做的。什么玻璃做的？满满的时光机全是玻璃，我早来没有见过这满满。行了老王别喊了，赶紧跟你儿子去敲碎几块玻璃。敲是费点劲的，钢化玻璃。钢化玻璃、我儿子是玻璃人。